宇宙的起点真的就是那场著名的大爆炸吗？最新的研究提出一个惊人的可能性，也许我们这个宇宙其实是藏在一个巨大的黑洞之中，而所谓的大爆炸可能只是这个黑洞内部一次宇宙级别的事件开始。如果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从起源到结构全都只是冰山一角，那会怎样？如果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奇妙得多，我们又该如何重新理解我们的存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最新观测结果再一次冲击了我们对宇宙运行规则的基本认知，让科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宇宙形成的根本机制。科学家在研究遥远星系自转方向时，意外发现了一种与当前理论大相径庭的规律，这种规律以前从未被系统的观察到。出乎意料的，大部分被观测到的星系竟然像钟表指针那样整齐划一地往同一个方向旋转，这种现象在宇宙尺度上显得异常有秩序。这种偏向性旋转与我们原本坚信的宇宙在各个方向都是相似的，也就是所谓的各项同性假设，形成了明显的矛盾，打破了我们对宇宙无序随机状态的基本认知。恰恰相反，这种旋转的一致性提示我们宇宙可能存在一种隐藏的排列方向，甚至有科学家大胆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整个宇宙本身就生活在一个旋转的黑洞之中。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将深入了解韦伯望远镜所揭示的令人震惊的宇宙密码，并探讨这些发现如何一步步重塑现代宇宙学的基本框架。韦伯望远镜不仅仅是一个望远镜，它是穿越时空的窗口，它正彻底改变我们对宇宙早期历史，特别是星系如何形成的看法。这台望远镜的目标是向过去回望，穿透130多亿年的宇宙时光，直接捕捉大爆炸刚刚发生不久后形成的最早一批星系，就像是在窥视宇宙童年时期的影像。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利奥尔·沙米尔莱尔贤米尔博士的带领下，研究团队详细分析了韦伯望远镜拍摄到的263个遥远星系，就像一组组穿越时间的宇宙胶片，每一帧都藏着宇宙初始的秘密。这些星系大约是在宇宙大爆炸发生后3亿年时诞生的，要知道那时宇宙还处于婴儿期，这些结构堪称我们目前能够直接观测到的最早期的宇宙骨架。那么在这263个早期星系中，科学家们到底发现了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线索呢？研究发现，大约60%的星系像钟表一样顺时针旋转，而剩下的40%则是逆时针。这个数字乍看之下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背后却藏着一个惊人的不平衡。也许你会说，60比40，这不就是个轻微差距吗？可问题就在这里，在一个真正各项同性，即四面八方都公平公正的宇宙里，星系的旋转方向应该是随机均匀的，这样的偏差在统计学上已经大到足以引发科学家的极大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天文学家第一次注意到宇宙旋转方向出现偏差的线索，类似的迹象在过去也曾被悄悄捕捉到。早在使用哈勃望远镜时，科学家们就发现过类似的旋转方向偏好，只不过当时的观测样本太少，证据也不够强，难以下定论，很多人甚至认为这只是统计巧合。但如今随着韦伯望远镜提供了更高分辨率更深层次的观测资料，这种旋转偏向已难以用巧合或观测误差轻易搪塞，它变得越来越像是真实存在的宇宙规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星系的旋转方向如此重要？它到底揭示了宇宙中什么更深层的秘密？按照我们一直以来依赖的标准宇宙模型来说，宇宙的初始状态应该是中性的，不偏不倚的。换句话说，早期星系的旋转方向应该是随机分布，没有明显偏好。从理论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星系不断演化，它们的旋转方向应该慢慢在宇宙大尺度上自然对冲，趋于随机和平衡，就像硬币掷了足够多次后，正反面应当接近各半。可现在的发现却在暗示一件更令人震惊的事，宇宙一出生时可能就被刻上了一种方向性的印记，科学家称之为宇宙旋性，它或许深刻地影响了之后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这样的发现并非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学趣闻，它直接触动了宇宙学的核心问题，迫使我们重新提出一些最根本最深远的问题。比如说，宇宙中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宇宙轴？
一个跨越亿万光年的方向性结构，就像地球有赤道和南北极一样，宇宙本身也有某种优先方向。如果这个方向性的结构真的存在，那它又是怎么来的？它是某种早期物理规律留下的痕迹，还是宇宙诞生那一刻就决定的基因密码？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向性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把钥匙，揭开宇宙起源的面纱，告诉我们宇宙是如何被点燃的？这个看似微妙的旋转偏差，其实已经动摇了一个宇宙学的基石，也就是宇宙在大尺度上是随机且均匀的这个假设。而这个假设正是现代宇宙模型的出发点。如果未来更多证据支持这一偏差不是偶然，那就意味着宇宙的早期结构是有指向性的，是某种物理力量或者初始条件深深塑造出来的，而非完全随机生成。为了理解这些神秘现象，有科学家重新翻出一项在几十年前就曾提出，如今又焕发新光的理论，黑洞宇宙学。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宇宙套娃式解释。这个理论设想，我们所处的整个宇宙可能其实就在一个更巨大宇宙中的超大黑洞内部，就像我们在一个看不见的壳中生活，而那个壳的边界就是黑洞的事件世界，光和信息无法逃出的极限。如果这个模型成立，那么我们熟知的大爆炸就不再是从无到有的那一刻，而更像是一个从另一个宇宙的终结中诞生的再生过程。相反，大爆炸可能是因为另一个宇宙中的巨大质量在引力作用下坍缩成黑洞，而在极端压力和量子效应交织作用下，这些物质没有坍缩成无限密度的起点，而是发生了一次宇宙级弹簧反弹，开启了我们这个新宇宙的膨胀。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看似遥远的概念和星系的旋转方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科学家会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原来，如果我们宇宙真的是从一个旋转的黑洞中诞生的，那么那个黑洞自身的旋转特性、自旋方向和速度，可能就像胎记一样，印在了整个新宇宙的结构之中。这种遗传下来的自旋方向，或许正是解释为何早期星系显示出统一旋转偏好的关键。它可能就是那个生下我们宇宙的母体黑洞所留下的宇宙指纹，一种跨越时空的旋转遗产。别以为这只是某位科学家的脑洞大开，这个想法其实有着理论基础，并得到了部分重力学模型的支持。比如物理学家尼科·帕普洛斯基就深入研究了爱因斯坦卡顿理论，这是广义相对论的一种进阶版本。他考虑了粒子的自旋如何在极端状态下阻止物质彻底坍缩成起点，给了反弹宇宙一个理论支点。在这个模型中，宇宙并不会走到死路起点，而是在达到某种极限密度后发生反弹，从而诞生出一个全新的正在持续膨胀的宇宙空间，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宇宙。这也可能帮助解释另一个让宇宙学家头痛的问题，所谓的哈勃张力，这是指宇宙膨胀速度的测量值，总是和我们用大爆炸理论预测出来的数字对不上。如果我们的宇宙并不是标准大爆炸膨胀出来的，而是反弹诞生的，那么这些膨胀差异或许就能自然解释。韦伯望远镜还发现了一些被称为不可能的星系，这些星系在宇宙刚诞生几亿年时就已经异常成熟，质量巨大，按照传统模型，它们出现得太早太快。但如果这些星系的部分原材料来自反弹前的旧宇宙，那它们的发展就好像一场带着起跑线的比赛，也就说得通了。当然，我们还处在理论推测的阶段，但这套黑洞宇宙模型就像一块拼图板，把许多原本看似零散的现象，像星系自旋的偏差、古老星系为何那么早现身，以及宇宙中出现的神秘方向性排列，都统一纳入了一个逻辑清晰的解释框架中。如果这一假设最终被证实，那将彻底颠覆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理解，不仅仅是重新解读大爆炸，而是连我们对于宇宙未来命运的预测也将全面改写。这就意味着大爆炸其实不是从无到有的起点，而是一个宇宙崩塌之后的转折点，一个宇宙结束，另一个宇宙开始的宇宙换班时刻。同时，这种观点也会彻底改写我们对黑洞的理解。黑洞不再是科学的死胡同，而是一个又一个宇宙的产房，每一个黑洞的内部可能都在孕育一个拥有独特物理法则和历史的新宇宙。不过，在我们真正接受这一革命性的新宇宙观之前，还需要大量扎实无可置疑的证据，否则这仍只能算是一种大胆的猜想。目前的研究只基于263个早期星系，这当然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起点，
但要论证宇宙的大尺度特性，它还远远不够全面和有代表性。科学家们必须进一步观测来自天空中不同方位的成千上万个星系，才能验证这种旋转偏向是否真的普遍存在，或者只是某一区域的巧合。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种可能，这些偏差会不会其实是看错了，是我们观测方式本身带来的误差。比如说我们所处的银河系位置，或者韦伯望远镜的观测角度滤镜设定，是否会让我们对这些星系的旋转方向产生误判。这些技术性问题都必须被逐一排查。所有这些疑问只有通过更多数据、更深入分析和更广泛观测才能解答，否则我们还无法做出真正具有说服力的科学结论。那么接下来科学家将如何继续追踪这个谜团的线索？我们的下一步方向是什么？答案很明确，继续扩大调查范围，让数据变得更全面、更有代表性。韦伯望远镜将继续执行更深层次的观测任务，拍摄数千个早期宇宙星系。同时，科学家们将努力寻找那些理论中预测的原始黑洞或其他可能证实反弹宇宙模型的遗迹。与此同时，宇宙学家也可能需要重新校准我们对距离和宇宙膨胀速度的测量方法，以化解当前多个宇宙参数之间的矛盾。无论黑洞宇宙这个大胆设想最终是否站得住脚，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些全新的观测数据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过去对宇宙早期形成的理解。它迫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确信不疑的那些宇宙常识，去考虑一些我们从未认真面对的可能性。宇宙是怎么来的？它的真正本质又是什么？所以让我们再次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生活的整个宇宙会不会其实就像一个宇宙气泡，被封存在一个旋转黑洞的内部？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说这就是事实，但韦伯望远镜带回来的这些发现说明，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宇宙谜题。那些方向一致的星系旋转模式像是在低语一个信息，也许我们宇宙的秩序感源自一个更古老、更强大、更深不可测的旋转黑洞。随着我们继续积累更多观测数据，逐步排除干扰和误差，我们也将离揭开这个宇宙之谜越来越近。这个旋转的模式究竟是真相还是巧合？请继续关注，我们还将带您一起挑战人类关于宇宙起源、结构与命运的最根本设想。一场思想边界的航行才刚刚开始。感谢您的收看，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穿越亿万年的宇宙思维之旅。永远保持好奇，因为最伟大的发现往往来自一个如果的起点。